美国和台湾环保署去年宣布推动国际环保伙伴计划，目标在三年内达成两国共85个中小学合作，提倡水资源保护和回收，提高下一代的环保意识。目前已有36个学校完成配对，其中台湾南化国小和美国北切维契斯小学共同参与计划。驻美代表沈履洵出席活动时强调，台湾发展科技产业的同时，同样致力推动环保。We remain a green island when we try to turn ourselves into a silicon island。沈履洵也在校内参观学生在生态保育的实际操作，他鼓励两校学童交流分享经验，也欢迎大家来台体验台湾的环保成果。